上一集三位导师分别选入八位学员，慢选赛制之下，令大家惊喜又惊啊！今集导师重新掌握主动权，可以抢人加换人。新登场的学员有几多个可以抢占席位？已入队的学员又有几多可以继续留低？最终24人即将诞生。我想问一下你哋对你哋八个嘅学员满唔满意嘅咧？我哋当然系想精益求精啦。如果跟住落嚟有更好嘅学员嘅话咧，我哋当然系会抢嘅。有啲真系想唔要嘅。好实口啊！咁思哲咧？我想全部都 keep。哇！想啫，但系有啲忍唔住嘅，顶唔顺啊，大佬有啲。其实咧喺下半场嘅选拔咧，三位导师系可以换人嘅，拣出自己心目中嘅精英学员。冇错啦，我哋训练学员咧，最终咧系会选出一个终极扮嘢之王嘅，而佢呢一个总冠军将会得到型格纯电动车一部。哇！犀利啦！其实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会有20多位嘅学员将会逐一出场噶啦。咁不如我哋一起睇下换人嘅规则啦。正式开始海选下半场，导师抢人，电脑会随机抽出参赛者的绰号，被抽中的参赛者随即出场表演。表演期间，导师可以选择按抢。如果只得一位导师抢人，该参赛者自动入组；如果多于一位导师抢人，则交由参赛者反选心仪的导师。得到新学员的导师需要选择手上其中一位学员淘汰。台上学员将会填补空缺，成为新组员。如果表演期间冇导师抢人，该参赛者自动淘汰。我觉得几残酷嘅真系，已经拣咗嘅一啲可能又要舍弃，究竟到时留边个呢？其实都几痛心嘅啊！好似拣男女朋友一样，你错过咗，又惊真系错过咗，你拣咗佢。又驚後面遇到個更好嘅，最困難你就想有啲咩人入嚟你個 classroom 嗰度。所以身為我呢一個嘅 professor， 究竟我想要一 team 嘅咩人？呢個係我最難嘅決定嚟。暫時咧喺我呢一組裏邊咧有3至4組嘅學員，我都係想替換。哇，3至4組啊！咁佢哋好危險喎。我有5個到啊。5個，我覺得咧，因為唔知後面究竟會有啲乜嘢啦，我希望個組合咧豐富啲，生蛋靜末丑都有啲。係咪其實都唔知道我講咩咧，郭佩文？知嘅。生蛋靜末丑係咩啊？嚇！嗱，都話你唔知噶啦，冇扮知啦。好啦，即係其實我有啲應該可以扮小生啦，應該可以扮花旦啦，有啲可以反串啦。有啲醜生可能好搞笑醜生啦咁樣，咁有啲中中間間嘅咧，可能有2至3個我就想換。咁扮花旦你可能要考慮揀我噃。好，下一個環節。好殘忍啊！你哋跟住落嚟嘅參賽者將會以隨機嘅方式出場表演嘅。第一位抽出嘅係元朗流啊！你哋記唔記得17歲？小小子喎，似啲英國人都話。17歲那日不要臉，參加如挑戰，明誠也要訓練。小心先，係啊。大聲説，記得。
得四哥、发哥都早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他得演。由金色颁奖的晚宴 ，fans 台疯癫，来与我唱。情歌一个歌词太经典，无力尽音，那音都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都总唱不厌，一齐嚟。我别失恋，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要是我这情最歌中演。想真名，我叫蔡景恒，恒仔。佢真系咧，佢某啲眼神咧，好似好年轻，即系十七岁到咁上下嘅。我就系俾佢感动到，真系似十七岁嗰个华仔嗰个感觉喺度。你几时发现或者边个人话俾你听你似刘德华嘅有啲？我系睇完狮子哥扮华仔之后，我再扮，跟住佢哋同我讲我似。又系嗰啲。扮李思捷，系扮刘德华。我好想讲呢个位置，因为咧，我就觉得自己扮思捷哥好扮嘅，咁我就好努力咁样去扮得冇咁似你咯。但系佢本身就扮得好似嘅喎。系啊，我想有我自己嘅风格，我想超越你。OK。思捷系咪就中意呢啲啊？我好中意后生仔有咁嘅火啊，因为我廿几岁嗰阵时候我就 exactly 好似佢咁样。哇！你哋系时候 sell 自己嘅啦噃。你哋識唔識扮佢講嘢？大家仲記唔記得？十七歲。哦，呢個似，呢個似。我咧可以教到你更似嘅。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唔好信佢啊！你入咗佢個班咧，佢打壓你嘅，點會俾人超越自己嘅啫？係咪先？所以你入我個班，我就教你點樣超越佢。我同你講，我唔單止教埋你更加似劉德華，我教埋你點樣扮黎明。哇！祖林晒冷晒冷，我冇嘢好讲。好，到你反选啦。你可以选择跟边一位嘅导师。狮子哥，耶！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換言之，思捷在你那隊你要挑選一位去淘汰了吧。好啦，今次真的有少少不捨得你。我求下你啊，你真的不要掉走包皮。我覺得很有潛力的佢。我沒有說不喜歡他啊。好啦，你真的有點不捨得。因為我覺得他的樣子都挺殺食的，高高大大。但只不過上次他的演繹就好像錯了。不好意思啦，山寨都敏俊。哦，下次，不好意思啦，下次再欢迎你啊！恭喜恒仔正式入学狮捷嘅班房。入到狮捷嘅班啦，系非常高兴嘅，因为其实我系冲住呢个目标而嚟嘅今日。拜拜。咁跟住咧，不如我哋亦都睇一睇，仲有边一位嘅学员啊？廣州暴龍哥，呢度邊樹個話事？出嚟！喂，阿頭，小心啲。講咗幾 Q 多次，有人喺度嘅時候叫阿頭，冇人喺嘅時候叫大佬啊！鄭中基，叫大佬。係，大佬係。我今日嚟。是要做呢個香港的喜劇之父。喂，大佬，喜劇之父有人做咗啦喎。乜呢啲咁嘅大佬都有人爭嘅咩？啊，廣西喜劇之父冇人做啦啩？我同你講，廣西喜劇之父呢壇生意我丟硬噶啦。
大佬，講嘢小心啲啊。Deal， D E A L， 處理。我叫你讀多啲書啊，冇文化啲人。唯有還喜歡我，我這種無賴，換大換身還是很失敗。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挨，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哇！长师兄居然喺最后一秒度抢人了，我仲谂住我食硬嘅添。广州暴龙哥，请介绍下自己先。大家好，我是嚟自广州的筷子机，是一个博主。我在网络平台见过你的，今天真的即是文明不如见面，终于见到真人了。但是我也很欣赏你隔离那个广州陈奕迅。是，我来自湛江的，叫阿富。那你今次是一个组合的仪式，还是单是宝龙哥你参选？是，没错，我是做阿暴龙哥嘅啫。其實我好想組合噶，佢唔制啊。助演嘅角色嚟嘅，但係今次俾分你嘅喎，唔會俾分佢嘅咯喎。淨係暴龙哥我都搶嘅啦，佢好 set 角度都真係似鄭中基嘅，個樣係好似啊。真係。唔係，同埋我最中意係咩？原來佢唱得歌。誒，我就係中意呢點。所以你後屘聽到唱歌幫我搶。冇錯。但係而家個選擇權喺佢度，我冇諗兩兄弟咧，其實都要反一反面，用你哋嘅魅力去吸引下佢啦。你本身咧，鄭中基咧，同我哋都好熟嘅，想唔想同佢認識一下？想啊！想嘅話，嚟我一組，到時我哋嚇大家互動一下，好唔好？多謝陳師兄。佢咧就想讓你有機會認識鄭中基，我係覺得我需要讓鄭中基去認識你。哇！你在我組裏面，你可以有很多個不同的鄭中基的造型，是可以令到你變成更多個不同的鄭中基，連鄭中基都以為你是鄭中基。哇！好了，暴龍哥交給你。兩位導師我都很喜歡，不過獅子老師都很喜歡。我最怕聽這句話。我不要讓我估到你第一句。爽快點。兩位導師我很喜歡，但是呢，即是我還說OK， 我選長師兄。為什麼我選長師兄？因為長師兄他很像我媽。什麼？他的笑容非常之治愈。我實在沒辦法想像鄭中基的媽媽是阮兆祥的樣子。我給你我拒絕似你阿媽。嗱，既然係咁，長師兄你而家揀咗暴龍哥啦，咁換言之，喺你嗰隊你要挑選一位去淘汰咯噃。係喎，如果係以技術性嚟講咧，我覺得可能第一個我會換走嘅係西貢羅技。進入了長師兄 Professor Foot 的班房裡面啦。我自己不是那麼開心，看看再有什麼機會再來參加比賽。我們一起來看看下一個會是哪一個參賽者。蘇根吳冠宇。恭喜你，你是第一个有三个导师选你。今晚不需要真相，今晚不需要真相。苏根吴冠宇，猛男，猛男，你在哪里？哇！佢而家
紹下自己先啦。係，大家好，我叫鄧冰冰啊。第一有啲心思嘅，第二咧就係我頭兩組俾你哋搶曬。我主要我某一啲人，我真係想換走，同埋係啦，呢個都仲應該好用過我覺得某一兩個嘅喺我組裏邊。咁祖藍，換言之咧，你就要挑選一位學員淘汰啦噃。嗯。咁有一位學員咧，我就覺得佢上次嘅演出就唔係好完整。冇啊，冇你留翻佢啊！嗱，佢好叻嘅，佢係仲複雜過阿冰冰嘅，佢係一人演兩角。你又知道我講邊個？我知道你講邊個啦。同埋呢個朵咧，我受唔起。但係佢可以 profile 假髮喎。你又知道我講邊個？唔係咩？咪就係佢咯。星爺接班人啊！呢個真係有啲驚啊！佢係星爺粉絲，但係就唔係星爺接班人。時不利係追不逝，致敬係可以嘅，但係個技術係唔夠咯。係嘅，唔好意思，都估到應該自己嘅啦，因為準備得比較少啊，我嗰度係。你好似阿祖藍老師講，就好似即係唔夠完整咁啊。我哋睇下跟住落嚟出場嘅參賽者，行走的 CD 機。呢刻鐘係我同 BB 相識嘅234日五小時零六分。我哋今日第一次見面，佢話中意男團咁嘅樣，我有咁嘅聲喎。等我再練下先。有几般有种能受吧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挂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曾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B B 啊，我塞车啊，要迟到啊 ！B B 啊，其实唔紧要噶，每天爱多些，慢慢 ，thank you。B B 啊，我最近改咗啊，我唔中意学友啊，我中意永伦啊。阿伦啊，咁我试试啊。轻轻叫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多谢 ，B B 啊，我又改咗啦，我唔中意永伦啊，我中意巨基啊。你得唔得啊？得。智慧哥话斋，男人点可以讲唔得噶？一定得。爱得太迟，有些就不可等某个日子。茫茫夜梦，茫茫夜梦，梦中也习惯做压力，要我得自保。正啊！其实我个样系咁噶。你系咪要咁啊？第一個有三個導師選你。Thank you。請報上真名。我是嚟自廣州的梁珊珊。珊珊，我有粉絲啊！首先第一件事，我覺得佢成個鋪排是順暢的，同埋佢唱功亦都係相當之好啊！你聽得出？係啊，尤其是我聽緊阿學友嘅唱，佢嗰啲音咧，佢嗰啲 dynamics 咧，你控制得非常之好。佢講都似啊！有似不有中，嗰啲 dynamic 你控制得非常之好嘛。其實我都係又係跟獅子哥學嘅，你先知。我想問另外一樣嘢係，你仲有幾多個宅袋咧？頭先嗰度佔你識扮嘅，其實都好多嘅。中高音區嘅歌手基本上都得。我係用一個原理嚟學嘅，譬如話學有個歌曲咧，裝飾音咁。咁大家知啊，咁大家知啊 ，thank you。嗰個機就夾音就，最心痛是愛得太遲。咁然後咧，佢變譚詠麟都好容易，一生中最愛。得喎，你真係得，我冇你扮得咁似，講真，我冇你扮得咁似。
喂，不如咁啊，你做我哋嘅導師啊嘛？冇，唔敢。珊珊都講咗咁多，即係 show off 咗自己嘅 talent 啦。不如都到導師們，即係 show off 下你哋有啲咩可以 offer 珊珊咧？因為而家個選擇權喺佢度嘛。你有啲邊啲係想越嚟越似嗰啲咧？我可以幫你捉嗰啲點，令到嗰個人更似。咁我覺得好多嘢可以同你磨一磨佢嘅。佢真係有可以琢磨更加好嘅地方。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入咗我隊，我一定會傾盡全力，將我畢生嘅經驗同你分享。哦，祖藍咧，祖藍 sell 下自己。今日有好多粉絲落咗嚟香港嚟到睇你啊嘛，我能夠帶粉絲去廣州睇翻你。哦，好難抉擇啦。咁其實咁樣嘅，因為嘅話咧，確實喺聲音嗰個模仿方面咧，我確實好希望想繼續進步，所以嘅話咧，我希望可以同獅子哥可以學多啲嘢。Thank you。哇！行出去添啊！梗係啦，三個一齊跑第一次喎！恭喜你正式進入咗獅子 Professor Show 嘅班啊！Thank you. 我揾得件好嘢。你唔好咁開心啊！你要翻一個啊。係。開心完又到傷心嘅時候啦。咁快嘅你今次。唔係啦，唔係啦。估下包皮 ，I'm sorry。下次再見。Thank you。恭喜曬，恭喜曬珊珊。三位導師一齊亮燈咧，我覺得係好驚喜嘅。希望入咗去之後咧，咁好好努力啦。希望可以俾更加好嘅狀態俾大家。已經好滿足啦，因為今次係我咁大個人第一次登舞台，可以見到咁多前輩同埋啲我夢寐以求都想見到嘅明星，我已經好開心。如果呢個節目有第二季，我必定會嚟參加。跟住落嚟出場表演嘅係買一送一。Oh my god！ Bobby Allen， 你最近係咪唔記得咗打 Botox 啊？你睇你啊，嗰啲皺紋啊，走曬出嚟啦 ！Oh no！ 死啦！聽日仲要再傾噶，點算啊？點算啦？平時都叫你一齊做運動噶啦，你又唔聽。咁人哋淑女嚟噶嘛？淑女點會做運動嘅啫？我都係淑女嚟噶咯，但係我都有做啊。Come on girls， 我哋呢啲做女仔嘅咧，唔好俾俗世框框框住啊。Barbie can do everything， you know？ Okay。Let's try! Yeah!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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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job! Thank you. 請報上真名。
我是2021年藝員訓練班的劉卓欣 Sam 啦，咁依家就喺 E News 娛樂新聞台度做。我叫吳少倫，我係都係同期嘅訓練班，我都係 J Tourist 嘅主持。先唔好講即係需要改進嘅地方啦，但係你從個外形啦，一路去到佢哋嘅演出好闊出去啦，特別你去到籃球嗰一度，即係日本嘅超級變變變啊，嗰啲偽裝嘅都係咁嘅樣啊，咁要排係相當之唔容易嘅，即係同埋我記得吳少倫係。原本是幾靚仔嘅，原本佢不嬲都係靚仔。係啦，你原本係佢係都算即係係靚仔嗰堆嚟嘅喎，你夠膽咁玩，點解你會諗到咁嘅樣咧？因為我哋想跳出 comfort zone， 冇錯，就想挑戰一下呢個福祿壽嘅呢個比賽。跳出 comfort zone 係一個好難嘅事嘅，你哋做到已經係好好啦，好叻嘅啦。但係頭先鄭中基嗰、那個。他就是另外嗰個助演嘅啫喎，咁而家你邊個係助演，邊個係主咧？係，我哋兩個都參賽。嚇，一個單位嚟喎，呢個一個大兩個人啊嘛。點計啊，特特？如果咧你哋邊位搶贏咗佢哋呢個 team 嘅話咧，咁係要分別淘汰你哋隊嘅兩位學員嘅。好少唔抵。一人分一個啊，一個去嗰邊，一個去我呢邊啦。我哋好勤力噶，唔得噶。我同我哋黐膠水啊。唔係唔係，你中文你咪唔係好勤力，同分開兩個人係冇關係嘅。團結就可能真係唔得啦。好，買一送一，我俾三秒鐘你兩個商量，之後我會問你揀邊隊。喂，但係你要睇我哋有冇兩個俾佢入？你咪住，我哋都要諗一諗。二一，我哋揀六神三太公。春秋只专在要事，如果爱你欠意义，你我忘记。今晚不需要真相，今晚不需要真相。我俾三秒钟你两个商量，三，你咪住，唔系我哋都要谂一谂，大佬。一，我哋拣祖蓝 ，OK， 终于。多謝曬。咁而家祖藍就要揀你隊入面兩位學員出翻嚟嘞噃。好似唔記得咗呢件事添。係啊，你好似開心過。好殘酷嘅呢單嘢係。使唔使我哋俾啲意見你？嗱，其實咧，我就覺得有一個咧排得好好，但係就喺我心目中咧就係爭啲。噔噔噔！沙田占穗文。哎呀！好啦。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而已，你要犧牲多一個才可以得到買一送一。你是買一送一，但是你是頂走兩個，其實OK， 有一個我覺得來到現場表現差一點，勁高令，那也都恭喜了 Alan 和 Sam。 Thank you. 好有心機，真係好有心機。被淘汰咧就固之然係唔開心啦，不過呢個係一個淘汰賽制啦。咁所以咧，頭先我哋喺房間嘅時候咧，其實都預計咗咧有機會係被換走嘅。正如阿高玲話啦嚇，或者我哋喺一個淘汰賽裏邊，我哋有接受會有唔同嘅結果。咁啊，怕輸就唔好比賽啦，係咪？好，跟住落嚟表演嘅係變聲歌神。六神三太公，大众海台南面似莲蓉，又放工打餐懵，围埋砌几圈啊，论啊论英雄。fan 嚟噶呢个陈建文，陈建文唔单止系我哋嘅好演技嘅同事，佢都系个好厉害嘅音乐家，亦都帮我哋呢啲剧咧做好多歌嘅。但系咧，喂，有一样嘢，我就系觉得你太认真啦，你对呢个音乐系真系平咗少少啦。多谢你建文，多谢建文。葵涌阿 Ray。我哋如果模仿表演上面咧，一系就扮得好似啦，扮得唔似嘅话冇紧要，娱乐性要有喺度。你咧，其实我应该觉得系扮少爷尖会好过扮阿 Ray。张继马利，
用得唔好，同埋其實張繼聰同埋 Mary 姐都扮得唔似。好，咁跟住落嚟要出場嘅參賽者係古巨軒。TVB， 我翻嚟啦！今日機仔送俾大家一首《愛得太遲》。一夜中見爸爸剛好上神，卻霎眼看出他多了皺紋，而他的粗魯感是從來未覺，太內疚擔心，最心痛是愛得太遲，只差一秒，心聲都已變歷史，為何未放肆？見我愛見的相知，要抱要問要怎麼也好，偏要推說等下一次。接下來，一位我的好朋友張敬軒出場。恭喜曬你，有三位導師搶你噶，恭喜曬！好搶手喎，請報上真名。我叫周伯恩，我係31期演員訓練班。哦，伯恩有幫我哋上門人噶。哦，係啊，係啊，我係掌門 escort 唱聲成日教嘢，不過學唔到，好難啊。你知唔知點解我拍呢一盞燈？是因為我從來未見過我們現在在今天整晚嘛，整晚沒有人扮過張敬軒，我覺得這個人物在他的演繹底下是有個影子，他有張敬軒那些很 touching 啊。如果愛你欠意要春秋很難唱的，你知不知道啊？好好啊，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聽歌呢，有時候要聽一些薄命的東西，我先至feel到有個爆炸力喺度，即係頭先你嗰兩隻歌，你係好搏命嘅。我知道你係辛苦嘅，但你搏，咁我中意你嘅。點啊？你再儲嘅話，你儲一隊合唱團嘅咯喎。機仔，我有一個啦，我都唔 mind 要多個軒仔嘅，但我除咗軒仔，我好希望我會見到多啲你真正嘅你嘅 character。嗱，佢嗰邊已經有好多個啦。所以你不會是頭部的，你不會是一線的。祖藍那邊就是一線，在我這裡呢絕對不是一線，因為這裡是無線。無線，我都猜到了，你最熟悉他的，我想跟著就到伯恩反選了。好多謝獅子老師和祖藍老師，即是不選我們了。唔係你句，你講得出都係多謝，即係，哎呀，我個女兒配你唔起，你咁好，有個淵源喺度嘅，我一直都冇做到長青想俾我嘅意見，我好想入長青嘅隊入邊，我自己做一次佢想要我做嘅嘢。哇，非常好，拜恩講得，拜恩非常好。哇，好窩心啊，見到呢一幕，但係長師兄亦都冇開心得咁快住喎。因為長師兄咧，而家就要揀一位學員去淘汰出局啦。其實呢位學員咧，我都好想可以俾多啲經驗俾佢，但係我會諗到可能而家未係一個最好嘅時機，因為我哋跟住落嚟嘅錄影啊、彩排啊都會幾緊密下，我都驚影響佢學業。少女肥媽，多謝你。不好意思啦，少女肥媽。多謝你，亦都恭喜伯恩。多謝 ，OK， 我會努力噶，加油。
都係少少可惜啊！我原本都諗住可唔可以玩耐啲咧，但係因為我嚟緊都係真係要考 DSE， 咁佢都想我專心温習。跟住我哋一齊睇下下一位出場嘅係一人阿芬家姐。三太公大众海台那面似莲蓉，又放工打残梦，围埋砌几圈论那论英雄，谁是大英雄？大英雄一分钟天就黑晒，唔需急于赶紧成败，光阴好比岁月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任命收细，黄昏的灯饰风里摇曳，迷失小吃风难尽安慰，退中不肯安放年华。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世在遥远，一世在转。Do you wanna hold it tight? 世在遥远，一世在转。Do you wanna hold it真名？大家好，我是王建东。其实我今天有个名字，我是 Handy Little Baby 的表姐，我叫做 Soldella Auntie。 Soldella Auntie， 哎呀，你好啊表姐。刚才你一响起跳舞家的音乐，我忍不住我立刻要拍摄。你为什么？你直情想跳，你都扮过了。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跳舞家刚才讲的版本是幾咁辛苦，後面的短片都是你自己搞的？自己搞的，自己搞啦。哇！頭先兩隻歌都是佢自己唱的。東東，我發覺你在公司咁多年，你無論做每一樣嘢，什麼崗位，你都是做盡自己百分之百，在台上你的一百分。都是咁犀利，多謝，厲害，冇再讚啦，完全唔關你事，唔係因為點，完全唔關你事，而家只係有我搶到，只有我拍嘅啫，唔係我未諗到點樣用佢啊，我已經喺度，其實我欣賞緊 ，enjoy 緊佢 entertainment， 我係未諗到要換邊個啊，但係我一早已經諗咗啦，放心阿東，我知道點樣同你合作，用乜嘢嘅題材，有乜嘢人同你配合，所以交俾我 ，I'm yours， yeah。多謝長師兄，恭喜曬！長師兄，你諗到點樣用東東，但你諗到收邊一個人未啊？唯有犧牲你啦，唔好意思。好似好肉赤咁喎。肉赤嘅，因為其實我好中意佢嗰種投入嗰種熱情，咁但係。我覺得係啦，今次合作唔到唔緊要啊，希望喺下一次見到你，你有一個再次進步 2.0 嘅女版阮兆祥。哦。好開心，雖敗猶榮，覺得我表演得 OK， 我覺得已經我達咗自己的目標嘅。我哋一齐睇睇下一位参赛者，一人扮野之境。大家好啊，我系阿黄啊，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嘅老婆汤圆啊。咁而家咁样做法，不如咁啊，分在人人都有份。总之呢个 round 我哋打喎。
啊，我覺得好可惜啊。係，即係我本身已經有一位學員。就係、是、扮聲啊嘛，同類比較嘅時候就明啊，完全明白。多謝你支持啊！中山真比啊！默默望著，幾日過節？似電，那剎那接觸已令我到癲。剛才你忘記了歌詞啦，又唱錯歌詞啦，同埋有其實有大部分的時間咧都唔係按個 key 裏邊嘅。係，多謝你，多謝你，多謝曬，多謝曬。球王 B 輪。確實係一定係有暖啲嘅。OK， 加油！跟住落嚟表演嘅係。有台藝人。先報上真名。大家好，我叫 Suzuki 李健波。所以其實你是有台都走過嘅，周圍都走下嘅。都有啦，係啊，有出現過嘅。哦，歡迎你，歡迎你。就可以話俾大家知，其實我哋表演啊、娛樂呢啲其實唔需要分得咁清嘅。想話俾大家知，即係其實可以好有愛、好互愛嘅咁。哦，係啊。你自己以前都有扮過泰迪羅賓嘅喎，祖藍。係啦，嗱，老實講咧。我就覺得仲爭少少嘅，但係其實聽落咧，我又覺得喺我呢班同學裏邊咧，我又覺得我爭咗一個類似呢啲 character。嗯，好啊，請你進入我個班房啦。你實在開心得太快啦，仲係咧，你有一個傷心嘅時刻噶嘛？唔係，因為因為買一送一嗰個咧，佔咗個牌，我以為我仲有一個牌未擺。哦，又似你啊！點解買一送一唔俾兩個牌？係啊，咁你都要忍痛割愛喺你嘅學員裏邊，又要淘汰一位啦。獎杯也肉，獎心也肉。哎呀，蘇根吳君如。哦，跟住啦，我哋有請吳君如可以先放學啦。記得當初有一個婚姻輔導係教我。你呢一刻揀咗佢，就係因為你覺得佢就係最好啦。冇錯，我揀咗佢就係覺得佢最好啦。不過後面真係有個更好嘅，咁咪換咗佢咯。咁我哋唔係真係結婚啦。一齊睇睇下一位參賽者。人肉變聲器。沉沉睡了，誰分享今生的日子？是天地最这个伤心的汉子，我想要真相，今晚不想要真相。我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是的，是的。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
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钱有生有死有义，地上晒好少我过都如错，但你现在是我，有你有我有钱有天有海有地，不可栖身总有天意，谁珍惜相处的日子，道义为业未多讲，只交低这个伤心的案子，醒啲醒啲，校长，沉沉睡意，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自我灵魂，如何让生死之间的意志，直到无人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当然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意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上街释装我不住，谁甘心欢送过我知，做别话亦未捉我，是否制止我伤心的汗史，多谢请报上真名，我是汤卓健，知嘢直情好似你十大天王嗰种做法喎，你有冇睇过我啲扮嘢嘅东西嘅？好老实咁讲，其实我系模仿紧你。我系啊。咁即系点啊？啊？咁即系我哋两个抢都冇用啦，系咪啊？嗱，我阿坚啊，我提醒你一句吓，喺佢嗰边咧已经有两三个咧系一人分析多角去扮好多唔同嘅声音，系好容易会内讧嘅。有人笑，但嚟到我度就唔同啦。你谂下啦，佢嗰度二百把声噶啦，已经我呢度。哇！嗰幾個嗱，頭先嗰啲打籃球嗰啲冇聲嘅，選美嗰啲冇乜點唱歌嘅，還珠格格嗰啲講唔係好講到廣東話嘅，係啊，我真係冇乜㗎啦，其實。我揀你，因為我見到少少我嘅自己，係好似鏡中的我和我是自由。哇！咁啊，其實大家做個 friend， 慢慢研究什麼是扮嘢，可能我喺你身上都學到嘢啫。咁冇可能嘅，分分鐘之後嗰幾集，我同你 jam 幾嘢喺呢個台上都未嘗不可啊！哇，吸引到咁啊，出到呢招嘅，好，咁個時間交俾你啦，堅，係你抉擇嘅時候啦。其實係咁嘅，因為咧我身邊嘅 friend 啦，包括我自己啦，即係佢哋都話我平時扮嘢咧、模仿咧係好正經嘅。是啊，所以我是想啊，我怕我接受不到咯。祖藍哥，竟然不好意思啊，獅子哥，不好意思，感謝你啊，嗱，祖藍到你揀一個學員離開你的隊伍啦。嗱，真係好唔捨得，冇比較咧就唔會話咁冇傷害啊，冇係冇傷害嘅，但係一有比較咧，真係對唔住。我攞翻你出嚟啦，有台藝人。咁恭喜曬你，堅哥。多謝。祖藍嘅班房。OK， 多謝曬，多謝曬。都驚訝嘅，因為就冇諗過咁快就被換走咯。啱啱先識咗啲同學仔，咁就換走咗啦。下一位參賽者係大埔扮野王，香港人，每日都行好多路。所以嚟緊，我會搞一個香港開埠以嚟第一個嘅真人 show， 叫做《足浴埠訓練學院》。我可以一秒變陸泳。哇！聰哥，你咁樣踢我出嚟，我咩都冇準備，扮嘢我真係唔曉。不過 rap 我都識少少，多謝。你揀嗰個人就～不是扮得太似，多謝你。Thank you。長洲喜劇王，我媽就話：哎呀，衰仔，個司機有冇錢收㗎？咁啊，唔問阿爺咯喎。最緊要梗係識扮聲啦，例如，
One man band 啊，自己一個人做曬所有嘢，咁啊，但係呢件事真係好似未撞到話咁多劇情，即刻好似嗰個效果。鴨脷洲之蘇，你問我歡呼聲有幾多？你問我悲哭聲有幾多？我如何能夠日日去數清楚？詹叔其實最記得的不應該是問我，如果即係佢自己唱的是《滄海一聲笑》啊，《江山如此多分》啊，即係揀歌可以揀一個真啦，係詹叔的咯。收縮舞王，大家好，我是精裝收縮叔的馮瑞散，多謝大家仲記得我在呢度。我想送一首歌俾大家听，除晒衫。浪亭静似海风，你不要听闻推门哒哒哒哒哒滴哒。我跳埋舞啊！爹爹，我推低我陪我买嘢食啊 ！Thank you。虽然我同你有亲戚关系啊，但你仍然要报上真名嘅。全名叫李俊华，咁啊，好多人都叫我做孖伯。点解同你有亲戚？表弟啊！佢系全城一丁嘅总冠军。总冠军，但系嗰个系真系 show 佢最叻嘅嘢啊嘛。咩你都做得唔错，同埋你好大胆。但系我就点样用你咧？你又有啲嘢噶，真系未表露到出嚟俾观众睇，点解？我喺度睇嘅時候，我就諗緊，係啦，攞唔到個主軸係咩咧？嗰個創作係問題，係啊，繼續加油，孖伯！多謝孖伯。咁跟住落嚟表演嘅係光變女，數波波點算每顆星牙球？無線嚟噶喂，無線，誒節目精彩，買餸都慳翻個膠袋。今晚不需要真相。光变女，喂，我入咗行五十几年噶啦，好多人问我系爱啊定系责任？嗱，我依家话过你听噶咧，庙街督下波，揾下老友。有乜睇化唔化？玩个够！哇，好难喎，女仔。喂喂，我唱着啊，无无聊聊，容眉太闪耀啊！我再唱啊，日日夜夜，愿博你一笑咯噃。到了我声线，完结掉了我把这个使命过计 AI 了。数波波点算每颗星牙球？多么感激有幸置身这里忙满。星宿，这座旅程人来人往，季节是岁月神偷，听过几多落泪快笑，欢呼拍手。请报上真名。Hello， 大家好，各位导师好，我是卡文关嘉文。卡文，真系完全你系卡文，系啊，完全睇唔出。唉，點解諗住扮光 B 啊？因為我一講起光 B， 我就令我興奮，咁我咪扮咯。好簡單，就係中意所以扮咯。阿切爺，你搶咗喎，因為嗰個頭啊整得好真啊。不過冇計，我哋做開科六壽咧，我知道係假嘅。然之後我再睇多少少，嗰啲紋又畫得好好，但我都畫過好多次，又俾我篤穿咗。咦，佢唔係咁嘅樣嘅喎。咁啊，估唔到係你。你發達啦，我話俾你聽。卡文能歌善舞啊 ！Yo， welcome， welcome。喂，要抽一個啊！你要抽一個，我知，都要啲唔識講嘢嗰啲 Q 我噶嘛。
唔係啊，你可以，你可以噶啦，你可以揀一個 file 噶啦。哦，即係佢堅持唔問。唔係，咁唔好意思啊，但係咧要 file 一個人啊，你揀好未啊？真係講得好嘅啫，我就係要你講呢句啫嘛 ，Juliana。好啦，冇計啦，我真係要 file 呢位先生。雖然佢都幾爆嘅，我幾中意佢跳舞啊，因為跳舞不正常嘅。咁你練，你幫佢練多啲啦。张包古天乐 ，See you next time。对唔住啦，张包古天乐。然后再继续，继续，仲有一句，仲有一句。好，系，继续。哎，恭喜你入到啊，Professor Show 嘅白，诶，咩扒房啊？唔系扒房嚟嘅，系班房嚟嘅啫。我哋嚟多次，我哋嚟多次，唔好事，唔好事。恭喜你入咗 Professor Show 嘅班房。耶！接我哋落嚟睇下边一位会上场表演鬼王远志。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佢蒙起对眼嘅时候系有啲似王远志嘅。Hello， 大家好，我系黄碧莲 Lina。Lina， 头先嗰只歌你系 mime 嘴定系你唱 live 噶？是啊，我是咪嘴的。我以為你咪嘴會唱一些更加刺激的歌，因為你會突出對你的身體語言和你的表情。剛才你坐在這裡可以做一點表情，咪嘴我覺得浪費了。澳門萬珠收啊！你為何要擋了我的兩隻雞啊？我只是拿了你的雞翼，仲要系未熟噶，你个傻条友，仲要冇俾袋我做。黄草蓝必选。咩话？我讲完咁多嘢，你哋都系话唔买嘢？有冇搞错啊？系咪想我打死你哋啊？你而家完全系太正，即系正常背咗一段台词出嚟咁样咯。四舍五入黄草蓝。点解我要四舍五入咧？系咪个高度嚟嘅？Okay.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就算是扮碧玉清都不是好似。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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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最后一位参赛者是 Hong Kong Mr. B。喂，獅子班，小心啊！好驚啊！等我落嚟顶你个富贵四百四先。哼，睇我哋边鬼个啊！喂，夜妈妈，即系点瞓啊？咁嘈，边鬼个啊？有人话系啊！边个？系咪你啊？唔系喎，无线嚟噶喂。无线，节目精彩，买餸都悭翻个胶袋。
繼續睇，咪行開。請報上真名。我是黃俊成，我知道你本身都是很厲害的打鼓，但我真的不知道你識得扮 Mr. Bean 喎。個 performance 太精彩。首先我未見過一個香港人可以扮 Mr. Bean 扮得咁似，你連佢嗰啲聲啊，完全我明白你講乜嘢。恭喜你啊，成功入學啦！但是頭痕的就是獅子，你要揀一位學員離開了噃。我發覺我呢八位的學員咧，基本上都可以開一場演唱會噶啦。咁係有一個咧，我覺得係仲係有少少 stage fright， 再俾信心咧，我覺得佢明天會更好嘅演出。所以我真的很不捨得你啦，屯門王傑，下次見。好，恭喜你阿成成功入學，恭喜曬。Thank you。啊，呢個屯門王傑我真的不捨得嘅，係唯獨我太喜歡阿潤成，潤成一個很 special 的一個表演，係咁多個人對我嚟講係一個最難忘的一個表演。有啲唔開心嘅，但係我都好欣賞、好尊重每一位我哋隊員嘅一啲演出。咁多位嘅參賽者咧，啱啱已經表演完畢啦，而三位 professors 咧，亦都揀咗你哋最後嘅八位學生。而家係時候揀出你哋嘅 top student Professor Fook。如果計全面性嚟講，今集嘅 top student 我會選王建東。哇！一人阿文加尼。咁 Professor Fook 咧？唔使問啦。今日簡直是考第一嗰位啊！人肉變聲器，哇！恭喜曬，恭喜收。如果論驚喜同埋成個演出 ，Hong Kong Mr. Bean， 哇！咁三位 professors， 你哋都可以稍而欲步去你哋嘅班房見你哋嘅學生啦。好期待啊！我都未入過班房啊。我而家嗰八位嘅同學裏邊咧，好似一開頭講，我希望要生蛋靜沒醜咁樣樣啦。我可以靈活運用呢一啲同學啦。暫時我覺得佢哋個個都係一個喺舞台上可以絕對掂得人嘅一班表演者嚟嘅。我覺得幾有趣的，我哋今次呢個 combination， 侵侵埋埋，我覺得好可能我哋有好多好新嘅表演可以提供一啲新鮮感俾我哋嘅觀眾。係個間房房嘅 ，Hello！ 掂曬啊！掂曬啊！掂曬啊！真係乜都有啊！我對呢一班好有信心。好啊，靠你啊！啲流華嘢嚇，揀到班花入嚟啊！班花，梗係要班花啦！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所以當你的隊友需要幫助的時間，我希望大家都主動啲去幫。呢個又是我的，見到你，我又好像見到我自己咁樣。哇，好咁犀利，即係扮聲咁勁咧！你真係嗰樣嘢，我又可以同你慢慢研究一下，分分鐘可以扮得更多嘅。好 ，thank you。請到操場站下。喂！恭喜成功入學的24位學員，依家公布第一輪訓練主題。學院將會舉辦一場盛放空前的頒獎典禮，當晚將會星光熠熠，有超過50位香港以至世界的超級巨星，是我們想請但是請不到的。三位導師將會聯同24位學員攜手合作，盡情爆發扮演小宇宙，扮演所有星級嘉賓，確保頒獎禮能夠弄假成真，順利舉行。訓練正式開始，距離頒獎禮尚餘時間。我哋係合作戰，三組嘅同學一齊玩，即係你哋全部都會扮演超級巨星。
就起碼扮兩個啦。起碼扮兩個啦。八個都冇。我驚其實剩翻啲全部都係我三個扮曬。唔會嘅，今次見到你哋慳力好多。係。好啦，咁我哋一齊上堂啦！上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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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堂。本輯節目獎品非常豐富，其中包括香港大富翁夢想世界送出入場門票及雪糕券，總值港幣450,400。MyTV Super 送出 Robo Buddy 合金模型及免費體驗一個月 MyTV Go， 總值超過港幣420,000。美樂保齡球場送出保齡球券，總值港幣72,000。Super！ 哇！好勁啊！哇！每人會得到兩張大富翁的入場券，價值520,000噶。勁啊！勁啊！勁啊！哇！小心小心！哎呀，睇住啊！咁好遺憾啦，由於三位導師都冇搶到佢嘅，咁佢係自動被淘汰嘅。講得好，我第一次聽你講咁長嘅嘢啊！上一集你唔超過4個字噶，有進步啊真係嚇！快啲掃呢一個 QR code 去 MyTV Super， 就可以睇到福祿壽訓練學院加長版噶啦！手機用戶仲可以免費睇添。